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安氏兽属槐节目三尖中兽科，尚存真意，是一种原始、身体粗壮、极像猎狗的有蹄类哺乳动物，生存于4500到3600万年前的始新世。它的四肢很短，而身体很长，有长的尾巴，脚上有蹄。它的鼻端很长，有尖利的牙齿及扁平的颊齿，可以用来咬碎骨头。它的特征表现为极度延长的面部，颧骨宽阔膨大，颅长83.4厘米，颧宽56厘米，具较为完整的真兽齿形，因此不同于 M3 缺失的强中兽，蒙古安氏中兽是曾出现过的最大的陆生哺乳类食肉动物之一。